徐伟老师，欢迎又来到了微笑说客语的时候喽。今天徐伟老师要教亲子对话哟。妈妈跟爸爸可以说，吃饭以前要把功课做好哦，不然不给你吃蛋糕哦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吃饭以前要把功课做好，莫中午的事给弄够哦。再来一次，吃饭以前，吃饭以前，吃饭以前要把功课做好，要把功课做好，要把功课做好，莫中午的事给弄够哦。要不然中午的就是不可以吃鸡软糕，嘿嘿，就是蛋糕给乱狗，给乱狗，客家话好可爱哟、哦、吼！再来喽，客人来以前要把故事书收好哦，不然不给你看电视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宁客来以前，爱老故事书书好，莫中午的看电视哦。宁客就是客人，宁客来以前，客人来以前要把故事书，故事书就是故事书，收好哦，莫中午的，不然不给你看电视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再来，六点以前要回来哦，不然不给你打电动哦，六点以前要转来。六点以前要转来，六点以前要转来，就是回来的意思。莫中午的打 Game Boy， 客家朋友听什么 Game Boy？ 我一辈子没听过这个客家话。Game Boy 是英文，小孩子很流行的一种掌上电动玩具。Game Boy， 爸爸妈妈不知道就落伍了。不过客家话要这么说的，莫中午的大天通，大天通就是玩电动玩具的意思，会了吗？接下来徐伟老师要介绍客家俗谚，因客喜相逢。有一句话呢，叫做子午莫嫌阿妹粗，叫为莫嫌祖宁穷。哪个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子女啊，不嫌妈妈很丑，狗儿呢也不嫌主人很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我们之间有这么好的感情，深厚的情感呢，胜过了一切了。所以血浓于水哟、哦。子午莫嫌阿妹粗，叫为莫嫌祖宁穷。知道了吗？也就是英文的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， blood 血浓于水。我是徐薇老师，谢谢大家。这里喽，亚比嘴巴借我了，复习了第一句：吃饭以前要把功课做好，莫中午的事给乱搞哦。宁客来以前要把故事书收好，莫中午的看电视哦。六点以前要转来，莫中午的打天通哦。好棒哦！子午莫嫌阿妹粗，叫为莫嫌祖宁穷。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。我是徐薇安子孙，徐梦宁张磊亮哦。